这一圈拍回来死了怎么办？有啊，当时就是我这一圈。不是吗？我们家公司我也会拍啊，然后自己弄的，然后自己做。很正常的，就像你一样，每天我们厂里就这么多人拍，意思。什么意思？5.7寸，那你们就没那么低了。5.7，太多了。好，108特别贵。那你卖的话，我看你我讲不低，我觉得不错了。虽然你卖过七寸给别人，那到底能不能采购你问别人？怎么做的吧？我靠，我什么？什么价格我都知道是吧？我只要需要需要知道的时候问你。什么？就是外头的价格都不知道，你们家怎么卖的好？卖的差的多，你们家好。我们把工资都买。太贵了。哪个呢？你呀。我。没有，我确实没来，人家没去的呀。宝，你这次给你给我打个电话，就是给老婆打电话。我要不然就在旁边接着在一起的话，我接完了你话是你发现。我靠，你看人家七十你说七十就能做，他妈的打我气你。十个多点。